喂，好啊，请教一下，不敢。我们通信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啊，年年有这个移作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为什么年年的这个啊入不敷出啊？这两个基金有什么大不同？为什么同样是你管理的啊？这个基金一个盈利那么多啊，一个入不敷出那么严重啊？跟委员简单的报告，通信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呢，是从本会的那个税入的规费当中提拨一部分呢，规费作为监理所用的。所以，因为我们只提拨5%到15%，所以一定会有余处。那至于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，还提拨7%吗？对，是在5%到15%之间。之间呢，你现在还是提拨的很高嘛？我们还没有用到上限，上限。所以你是用公务的预算的收入来哦，来补这个提供来依助这个啊通信传播监督管理基金。这是根据本会自治法的规定。他那么你都累积那么多基金，哦，都有剩余的，你还给他，这是什么目的啊？跟委员报告。这是我们当初组织法在设计独立机关的时候，是希望监理的基金呢可以跟这个公务预算有适当的区隔，维持机关的独立性。那所以呢，当时在法律上写得很清楚，我们监理所它主要来源就是你的规费收入的提拨而已，是就这样而已，是哦，这个大金库啊，固定的拿一些钱给小金库，现在小金库钱多了，哦。那你这个大金库相对就少了，是这样子？包委员，我们现在很多基金哈，很多特别基金啊，是帮公务预算掩藏前场性的负债。那你这个是公预算钱太多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哦，包委员不是这样子，拨一些放在里边当私房钱，是不是这样？包委员没有这样子，就是其实呢都是当然用途啊。那你的钱用不出去，还继续给他？都是政府的公务预算。简单跟委员做个比方好了，比如说本会连续要比方的就这样。那好，有线电视的，有线电视是有线电视的发展基金，发展基金是由业者的由业者营收当中去提拨1%，分作三股，其中一部分是拨交给公事基金会，一部分是交给地方政府，另外一部分是由中央主管机关去办理有线广播电视法相关的业务。那他钱不够啊，如果除了你浪费啊，哦，除了你乱花钱呢，啊，不然你钱不够能够达到你基金设立的目的吗？包委员，这个刚才在询答过程中有个数字很重要，就是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呢，以往呢在用途上没有充分的运用，所以累积余处呢破了10亿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有效的运用这基金，达成了政策的成果，因此这基金才会稍微有所调整。顺便就跟委员报告，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是实体基金，它如果要真的像委员所说亏空的话，它会变负值。到现在为止呢，那叫做累积的部分，但是呢，累积之后其实还是有数额在里面的，累积的还是有数没有错，但是你从啊，这个前年开始，从前年开始就开始这个入不敷出了吧？包委员，哦，那是年度，但是他最后对啊还有余处金额，那是趋势啊，那是趋势啊，也跟所以也你特别跟委员报告，你这个基金能不能整合一下？因为你有线电视跟其他的监督管理应该平衡吧？跟委员报告，我们所主管的几个基金都是法定基金。那如果法作用法改变的话，我们才可以做刚才委员所交代的事项。现在这个是以合理性的这个目标来研究有没有改革的必要。是。好，哦，那改革有很多方法。好，哦，你内部改革，对不对？这开源节流，哦，合理的收费。好，哦，你外部的改革，好，哦，做统筹的应用，好，哦，等等。好，哦，这是一件事情了，是同样指正这个以后钱多的哈，哦，这个用钱的标准可能就会放宽了，啊，钱少的哇，他想做事的没有钱，好，哦，这个很奇怪啊，哦，这个很奇怪啊，哦，再来啊，哦，这个我们的这个上网的这个速率啊，哦，你会不会说你在检测的时候是一个数字？但是这个数字稳定不稳定，好，另外一回事。
那你的稳定性，好、哦，你是怎么检测出来的？因为本席发现我在用啊，是会通，四 G 会通，但常常断信再恢复，有时候断信呢超过十秒、二十秒，好、哦，甚至三十秒，相同地方哦，好、哦，不是说啊这个因为我在走路啊，因为我在开车啊，不是这样。像我现在在这里啊，你们通通打开，你就这里就这里，好、哦，看它稳定不稳定，这很奇怪、欸，是，这很奇怪、欸，表示它那个 margin 已经很急迫啊，所以多一些人用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它就荡下来，好、哦，所以你拿那个最高的数字来美化说我们速率已经好、哦、提高多少，那不是真正常态有效的速率啊，哦，那是某个时间点。好、哦，高低起伏的那个，好、哦、最好看的速率而已啊。文说的是重点啊，那个叫峰值，嗯、叫 peak value，、嗯、那个不是真正的数值、嗯，要看它实际平均数值。嗯、那我们、啊、通常呢，这个公平会已经处理一件叫广告不实哦、嗯。如果说它宣称一个数值，但达成率很低的话，嗯、那是广告不实。那公平会已经介入处理，这是那个不实的那个表示表征啊、哦。那至于我们这边做测速呢，也有不同的面向，包含固定的量测，还有那个消费者端的量测。消费者端的量测就像刚才文所说，最接近消费者实际体验的结果、嗯，那也要最后累积非常大的数据啊、哦，那 big data 才可以呈现出比较完整的图像。这是从供给面啊、哦，是从需求面来讲，需求面的结构哈、哦，因为现在卖手机的主导市场。好，供给创造需求，而且还强迫需求。好、哦，好，你二 G 变三 G， 三 G 变四 G， 我二 G 用得好好的，你升四 G 以后我就完蛋了。好、哦，像韩国，他就开发四 G 的，好、哦、国民手机来满足原来二 G 使用者的好、哦、需要，那现在速度就一样快啊，但他不会乱占那一个好、哦、那个使用的时间呢。对不对？我不用那么多，但是我手机一开就这么多，我浪费也不晓得，但我要缴费缴那么多，哦，手机还是要越买越贵，好、哦，这些多，所以从供给面、从需求面，好、哦，要进行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监督管理，好、哦，进行必要的一个改革，不然说万一5G，好、哦，我管理5G，我要用的只是跟老年人只是跟我儿子，好、哦、传简单的照片。哦，通电话，你弄得那么复杂，但是哎，他不买新的手机呢，他就没办法用了，啊、哦，以后就断信的很严重啊。原来他这个几年前用二 G 的时候很顺啊，现在用五 G、用四 G 的时候反而不顺啊。好、哦，有这个问题啊，那这些都要改革啊，都要改革、啊。好、哦，不然的话，你台湾市场本来就不这么小，又让他这样的一个偏颇的发展，所以这个当。一个消费面来讲，消费者浪费钱，哦，无端被这个被剥削啊！我不用那么多嘛。你现在收费电视的收费也是有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我不要看那么多节目啊，为什么要一定要买那么多哦东西来吃？类似的这个道理嘛。谢谢。是，谢谢委员。接下来我们请邱如燕委员咨询。